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社会，他没有资源没关系，只要他脑子里面充满了什么创造能力的话，自然而然就有组织能力把那些资源抓过来，全球的资源都会公为我用。如果我们资源很多，但是教育是失败的，都在控制你的思想，都在洗脑，让你充满中国政治文化这个最糟糕的部分，哦，结果大家僵固在那个地方，当然就没有办法运用全球的资源，就是自己的资源都没有办法运用，也没有办法保存自己的资源，就像我们的林业资源一样，这就是几年来破坏殆尽，就是因为那个教育内容是错的，贪污腐化变成非常流行，好像变成很正常，而且这个贪污腐化不是只有在政府部门，就是企业部门也很多员工是贪污腐化的，这都是风气使然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进行信念改革，真正的信念改革、思想改革，哦，它的观念改革的地方，这要靠大家来努力，哦，那我就简单报告到这个地方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。那如果有问题的话，请您举手，我来能够回答就给你回答，请，哎。是。建设是我们一年拿一点来用的，一年拿一点，它建设是长期的，它是30年、50年，但我们每年在使用它的部分，它的服务部分，所以这个服务部分我们把它6000块的建设里面，我们是把它拿成说半年里面我们拿到1000块来用的意思。那另外一个问题是，我们每周下半年度大约合资100万，对，那如果说你我能够招募到1000个以上的人，对，来申请身份证，那个州的费用是不是可以申请多一点？哦，这个也可以啊，但是因为你从你有2000块2000个人来申请的时候，你本州就已经收入多少了？本州大概已经收入350的，350乘2000就70万了，应该有了，70万有了，2000个就有70万的费用，你就有收入70万就可以。足够目前的收成，我们配合各州，我们从去年开始到现在，一个钱都没有给大家，我们已经有将近2000人申请 ID， 就是讲无比莫贵，这是咱的本领。那无半项呢？那无钱婚姻呢？叫我大家认真去报名，我有2000人来申请，这样就够了呀！哦，要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所以我现在想说。我们有100万，每周来申请100万，啊，你就可以积极的去努力，赶快接出几千人来，接近2000人来，哦，啊，那别的游戏不得了，哦，就变成产生一个什么效果？经济学名词叫做示范效果，叫 demonstrate effect。这人咧做这代志，伊来讲，我明白，我来从我来做这代志，啊，就示范效果出来。啊，哪几人咧做微信哦？我哪几家？所以哦，你可能。这一半年呢，有2000人，下半年可能4000人，再下半年可能8000人呢，也得示范效果的作用，大家接嘛来传嘛，一个神仙有啊有啊无，我也无啦，我一定有我啦无啊，赶紧来神仙，就是这样，哦，这是示范效果的作用。廖三文明，这个总理，报告一下，好，咱是真爽啊，7个月内底申请2000件，啊，你想看卖？美国一间公司是美国国防部下海特别设的公司替咱去做，伊替科威特，他嘛替咱做。啊，咱7个月内底做2000件，啊，你若准是头家，你会干干叫无？你会干干叫无？
两千件呢，那七个月刚做两千件呢，了死我袂做。所以最近哦，我嘛受到很大压力哦，因为你们到底 TCD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发生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们本来跟我们讲说一年可以做二十万吨，所以那个公司拖袂去吼，啊人员请袂去吼。那些人拢想要买 out， 拢想要甲解散去啊！所以吼，这个当然啦，这个我唔要甲恁、甲恁、甲恁啊做教辅过啦，我甲中医师讲吼，最近啊，刚下面讲哦，哎，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本来你们是讲说一年有二十万，结果呢，七个月才两千，拜托大家多多加油啊！啊，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哦，本来我们说在一年有二十万，结果现在两千了，是。距离太远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疫病预算重点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希望各州各州加油，真的，我们这地方开始加油。前面说今年我们各州每一个州都一千只有六千，但是半年六千比前半年的两千已经超出三倍了，那所以这个在下半年哦，在下一个半年或下一个半年就不得了，继续努力就不得了。一方面我们人力比较充裕的啊，人力比较充裕，一方面我们开始有一点机会下来。假如说明年，哦，整个一年每周都给一千万，哎，各位想想看，十倍耶，好，你每周都给有几万呢？都有一万人来申请，那就七万人了呢。啊，想想看，七万人，然后呢，后年的话，每周都给你一亿，哇，就是十倍了，每周都有十万人，那就七十万了呢。总共就是八十万呢，这一年可能变一百六十万，哎呀，发现六百五十万呢，哎，安奈情况变，第二变情况嘛，属地成功，我高一成那种，也再讲高成有一点成功的啦，我们就得到正确，中华民国就平安往里走，不要说多少，我们只要拿到一百万份，对，有一百万份来申请 ID， 一百万份米拉卡。哦，我们期待有这一天的支持到来。还有没有问题？来，有问题的请举手。呀，发现要我们的，不、哦，不要客气。好了，请，哎，对，哎，嗯，这边这个、利用这一次我们难得的一个聚会哈、哦，我这里有两份报名表，啊、哦，两份报名表就是要到印度吐蕃去参访。还有一个是到日本建国神社跟那个天皇祖寿的那个报名表，我趁这个机会，我每一桌都放各放一张哈，然后你们继续签下去，这样给那个中央啊，能够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有一个底，得到有多少人这样能够统一统计啊，以上报告。我补充说明哈、啊，日本那里。要去靖国神社跟日本天皇来拜寿哈，那个寿费是三万八，啊，那个印度哈、啊、七天六夜，他比方哈、啊，他的成本是要五万多了，啊，但是呢，咱中央是甲决定讲哈，个人负担三万块，其他呢中央补助，啊，但是有规定哈，爱在座这些人，哦，有受过高级训练班呢。啊，有这项嘞，因为咱这边去吼是有真重要的代志吼，现主持暂时还阁卖宣布，有真重要的代志，所以拢爱有做这项啊，去的时阵拢爱有这项。啊，但是我相信，伫日本甲伫这个，恁大家小心的吼，为什么在日本，日本政府无来无去，最近咱十天半年才进入在陪住，我们让来，你台湾民政府来我们东京的。外国记者俱乐部啊，来开记者会，他自己主动来要求呢，这很奇怪呢，啊所以啊，所以这个印度这边哈、啊，坦白讲是有一寡友邦哈、啊，跟民政府的友邦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台湾民政府的友邦，基本上还是加力道哈、啊，你才能到啥的，所以印度呢。啊，我亲戚人吼，从来没有去过印度，啊，这边去印度是达赖喇嘛会跟我们一起合照，啊，个别拍照，啊，这机会非常难得，啊，
但是呢，名额有限制。一个州哈，我是希望一个州卖消费四个人，一二三四个四四个人，一个周边超过四个人，啊，啊这个爱有这哈，啊爱有这哈，啊以上报告，谢谢。好，大家这个头先报告些内容哦，内容遇到什么疑问甲问题哦，因为这个预算是唔是干来财政局顶块做。每一个将来有可能做部长、厅长的人，拢爱关心这个预算。伊你若无了解预算的心，就变成讲乌白编，啊乌白开，吼、哦，这是绝对不可。因为爱做官的农民，啊影响到民众的权益，所以要爱清楚一下问题。各位，不是看来看，我讲安尼，唔知有补贴无啊？唔知较切无？因为这物件吼，较技术性吼。啊，讲起坐手听，感觉辛苦个。我较早，我伫明传大学，还有这个逢甲大学有一些课程，有一些课程学生都觉得很有趣，很实在。啊，我做财政局长个时，我对过去做财政局长，我之前我36岁个时阵，我伫财政厅做啊顾问，啊，因为地方财政很困难，啊，我去担任顾问的时候，翻遍的。全台湾各县市的这个预算书，没有一本是合格的。啊、哦，我基本刚刚一下要五个亿，按五百编。啊，我去当局长说，气候要改变，但是整个县政府的这个员工啊，来参与预算筹编的员工啊，无一个人了解，无一个人了解我的贡献到底是啥物。啊，我像我把大家报告安尼。一点钟的报告内底讲遐济是喏，嘛无一个有概念讲问这个问题。用我过去就安尼编，那就安尼写啊。啊，即摆局长讲说，伊个局长讲说，啊，这个案哦，伊个外事钱，外事钱，啊，就甲写落去。啊，拢无存下来位置，啊，无迄个替代方案的迄、那个，研究拢无。哦，啊，恁明天即摆哩，咱即摆简单就将来，咱若是执行的时吼，各单位一定大案，大的方案，那有替代方案。那什么桃园机场，桃园机场盖那个样子，在30几年前是最落伍的盖法。先进的做法应该是靠海边，就像洛杉矶一样，起飞是从海上，飞起飞的时候进到海边拿起飞的，降落是从海边过来拿降落。是这里驾驶先进的这里飞机场，因为起起完了就完全是中央控制，完全是管制的概念。你想要改变就困难，哦，地点的选择有问题，哦，设计有问题，然后是要控制人民的行为行动的，哦，唔是要方便大家去使用这个设施的，这种不对，将来这种要改变，哦，啊，当然，现出时只硬体要做改变的时候，要开足钱的，因为啥，这个西滨有一个公路，伫迄个所在是高架，因行水嘛，所以是高架，所以。伊嘛是爱考虑这个问题，总共是无啦，一个错误的一个建设吼，造成长远的一个损失，就是伫这个所在。啊，各位有想法有啥问题，当然，哎，请，哎，郭龙德先生，哎，拄则即款科技伫个改革吼，啊，若是有诶物件较无落量化吼，比如说，像咱知讲。中华民国的教育者，咱规个语文科的教育者来重新改嘛，啊，即款改，啊，即爱编的课本吼，啊，即款投入的人力，啊，即是不利弊，即变啊换算做讲，迄落，即是，我较唔知咩。这开始困难，这开始困难，这哈，咱可能爱用，咱去做社会做调查，哦，他说我调查是百个人咧，讲我安尼改，你看完啦。最满非常满意，哦，非常满意，满意，哦，非常满意，很满意，满意，过来不满意，非常不满意，哦，这些里，哦，喜欢不喜欢的程度的调查，然后去改做换算，做成一个指标，这个指标就讲，你来讲，来讲有80%来讲非常满意，还是讲50%以上讲非常满意，啊，20%来，20%讲满意，哦。哦，就很满意，过来就满意，啊，不满意也非常不满意，大概10%、15%。
那这个案子就过了，就可以接受了。代表什么？你这个案子为先哦，大多数的人讲赞啊，而且效果是无穷大，安尼讲无穷大。哎，你个迄脑血管做努力的脑，你迄做努力的思想，你家对脑海内底家微调，肯定要咩爱，咱要家当家做主，咱要自治建国，这个 idea 对，咱拢用完全咱家己的物件，咱不会用汉文来上课，咱要用台语来上课，要用英文来上课。台语甲英文是咱的主要语言，甚至咱日文是小学，汉文嘛是小学，但日文小学可能高中开始小学，汉文小学是大学中文系再去小学啦。安尼是大家来看看你都安怎？但是很满意很多，那就是这代表效益很大，用安尼为安尼来计算，哦，所以迄个计算的方法很多种。我们在评估这个政策的效果，叫做 policy evaluation。policy evaluation 有量的 evaluation， 有这是 quantitative 的量的 evaluation， 还有词的 evaluation。我刚刚第一遍讲的是量的 evaluation， 具体，但是 quantitative 是很难量化，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满意度来看，非常满意，很满意，满意，不满意，非常不满意。或者很不满意，我们可以分六种，讲这六种，哦，是不是这样？五种吧，中间是满意、不满意、很不满意、非常不满意，哦，按满意、很满意、非常满意，按六种你就来计算讲伊比例安怎？啊，你若讲大多数拢是满意以上，只有5%、10%不满意，那不管它，因为你这个从这个。社会福利函数来看的话，它是倾向于说来修改是大家皆大欢喜的事情啊，少数要服从多数啊，雄性做出来一点效果很好，哎，是没有量化，就是用这样来量化，用这个用 qualitative 的概念来讨论。我们可以给它量表，比如说满意的是60分，哦，很满意是80分，非常满意100分，那不满意的哦，不满意的给他，比如说给他这个50分，很不满意的30分，非常不满意0分，啊，来计算嘛。十个人，哦，假设五个人比那个五个人比非常满意以上，按五个人是不满意，但是非常不满意的很少，哦，按非常满意也比较多，比如说3个非常满意，按2个都在这个满意这个地方，但是呢，非常不满意的没有，而且有不满意的有2-3个。啊，很不满意有2-3个，这样的话不 care， 还是做起来是对的。哎，你我们可以给他点数嘛，给他分数嘛，给他点数，就来计算，你把它量化到。但是你在量化的过程里面，一定要请专家来参与，不是公务员坐在桌上这样做。所以为什么要研究？为什么要政策研究所、公共政策研究所或者是政策分析的这个课程，就在讲这个东西。还有没有问题？你的问题是question的，哎，再一次。他有个包装，我反正那就拜托就是讲，因为这个有关教育界这个公民票选哦，有可能无多办无，咱在座以外去咧公民投票。对。吼，啊，若无伊，因为这足侪囡仔爸妈都教伊来拢教。伊拢讲做国会嘛，所以那些该教的钱，因，咱在多只来投一部，那个较好办。是。这些呢，所以我们将来是所谓公民票选，是有公民证的人，有申请到 ID 的人可以票选，没有 ID 的，他只有居留证的，他没有办法投票，啊，这个观念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早期在投票的时候是？你有念书的跟不识字的，这个权数是不一样的。你有念书投票可能算2票，你没念书的可能投票算1票。啊，为什么以前没有妇女票？妇女不能投票哦，就是因为说考虑到啊，一种比厨房的刚做完会，蛮小的书了 啊，所以说跟不拿投票，没有投票权。但是后来变成说，妇女都可以投票。啊，现在是为了要平等起见，说满级嘛是几票，哦，套房买嘛是几票。他告诉他几票，这是不公平，因为决定的社会的
这个说出我也会方向的时候呢，应该是知识分子要相对的学术比较高，好、哦，当然我们将来可以研究这样一个学术的算法，但是目前我们不以的，因为还没得到证权，好、哦，还有没有问题？来，不要客气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双向沟通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在问答之中，我们就有很多概念可以理清。我很希望将来我们有行政班，然后我从最简单的经济学讲起，啊、哦，理论应该深入浅出的讲起，讲到应用的地方，哦，啊，请研究这下公要，啊，过来讲应用部，哎哎，那个雅虎，这个是从外行人来看的，我自己是外行人，在我们原住民的这个交通设施。不是土地的防刷哈、哦，那要去盖的时候，要从一本笔里面很难去设计，因为不一定是观光那么多人，那有的观光客是固定地方，那这样像更深山里面的，要怎么去思考它的一本笔？这个的确是很困难。不过这个东西可以跟技术上要配合起来。如果你在深山地方，你如果坍塌以后，你就一直把那土石就一直往河那个低的地方，就是河谷就流下来。比如说大甲溪啊，所有的溪啊，就一直泥沙一直往带下来，带到下游来。哦，那这个可以透过这个专家有关研究这个水文学的人。或者是有关这部分的森林保育的人来讨论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假定说我们的资源够多，或者我们预算很精简的使用的话，我们就会够用。这个东西是很基本的，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的。哦，不管是上游的原住民，或者下游的这个平埔族，都要保障他的生命财产。所以生命财产都是无价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对于一个保障我们资源，让它不要坍塌，来影响到交通，影响到人的安全，哦，这都可以做很高的这个它的价值的估计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很多这个山都因为由于我们的木头砍伐、连根拔起的关系，所以就很多土石流了。在1990年以前，土石流这个名词不普遍、不流行，但90年以后很严重、很流行，啊、哦，代表什么？代表经过台湾的森林，经过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殖民体制的破坏，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。我们当然在建设的过程里面，马上没有办法看出效益出来。比如说，我们将来一定要大量的植批，就是原生种的植物，让它去长大，然后把那根扎深，不要再坍塌，那做水土的保持。台湾中央山脉的或者是山区的这个水资源的保持，哦，保存是台湾往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这种东西是无价之宝。我记得中央山脉那个水源，好几千年存在山脉底下，非常甘甜，是外面没有办法制造出来的。你人类的技术再高明，都做不出那些东西。就像周博士讲的。那个东西，它的分子的排列可能跟地球的分子排列整个是系统是一样的，对人是很有健康的作用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坍方以后呢，它那个泉脉或者水脉断掉了，就流出来浪费掉了，是非常可惜的。所以这样的无价之宝，我们会做相当的估计。当然，我们民政府为了要让台湾永续经营下去，一定在环保方面，在森林保育方面。要加一大把劲，我们不惜花很多钱来保育这个森林资源跟保育我们山地的资源，哦，所以我们将来会限制入山的人一定要管制，一定要缴费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利用我们很多原住民同胞他的生活习性，哦，来保育我们的森林跟保育我们的这个土地，当然不能绝对不能够滥垦滥伐。一定要限制500公尺以上或者1000公尺以上的这个山区，一定要严格管制。所以，我现在的山老鼠抓到的话，一定要判重刑，没有判他
这个没有判他死刑，也要判很重的刑，哦，要让他绝迹，所有的森林资源的买卖一定要限制，一定要限制。像现在民务局把那些很多那个漂流木都集在一起拍卖，事实上都是官商勾结，都是官商勾结。你有权有势的可以标到，你有面部消息可以标到，然后卖了钱平分去发用，这是非常不合理。我们一定要禁绝这样一个恶风。那要说到这一点，当然我们一方面是贪污者，就是你正当勾结就是一定要枪毙或者判重刑啊，哦，或者是鞭刑。所以我们将来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要。当然在我们原住民的那个地区，哦，对山地森林的保育啊，还有森林土地的这个保育，变成是台湾民政府将来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啊，哦，当然要宽编预算，哦，那当然这个在评估它的效益方面一定要请专家来参与的，还是有办法可以估计的，哦，但是比较复杂而已。还有没有问题？来，请这里花东州王正全，最近我到我们宜兰的那个一个山上去，去到一个住在山里面的人的家里，结果他带我们去看他的住的地方，可是他住在外面，宜兰室内的多啊。他家里面的仓库里一打开，山老鼠就在这里，什么树都有，什么树种稀有的，他整大块的没办法搬下去，他就把它分解，人可以抬得动的，啊，然后呢，他去制作各种平地人喜欢的。多啊一啊，好，哦，很多了啊！我看到安尼吼，我感觉真伤心。咱政府伫保育到底是保育啥？啊，咱政府所建的上稀有的皮诺奇，哦，红块扁白遐牛樟，别人无人认真济。也唔是有一挂山地的迄落山林啊嘛，巡山员，可是伊个家去个讲你是山老鼠，伊拢唔干，所以讲这个问题吼，真严重。一旦咱以后呐，伫政府执政以后，一定要好好的处理这方面的问题。我一个。山顶所种的遐个茶树啊，上好是本土的树种，同你讲过。啊，引进外来遐个树种吼，讲实在，有的无适合台湾。啊，若讲引进一挂外来的树种吼，伊有的无法度扎根。哦，啊。抓入去，伊的利用价值，在这个物价方面的人以前讲哦，迄间有真好的利用价值，啊，其实上好的还是本土的树种，才有法度保持这个水土保持。像你土石流的地方，有一种树，真简单就常见花，就是迄啰九强啊。就不要看，那临时动议叫姐姐好吧？好，好，谢谢。那个动议收放一下哈，各位蕴含掉以轻心哦，包括公司办，我很郑重的讲，这不是跟各位开玩笑。预先那年哈，迄个一定会跟大家讲财务的问题。你看咱这边开会上个重点就是总理讲这个里面编列预算，啊，这嘛说的是啊，这一定会跟各位讲财务。我们会在这一次的迄个特别开这个会，这是有意义很重大，所以
内阁内底所有成员，对咱这个九月九日来讲，拢是非常重要。因为七月初一到十二月三十日，九日要开始编列预算，啊，所以这内阁嘛要开始试行运转，他都要终于讲试行运转，这东西很重要的事，所以终于讲这样，不要掉以轻心哦。